大家今天过得好吗？我是瑞。那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行动应援。那这是我上次在参加一个三星 S10 体验会抽中的一个奖品。那它是一个双向快充的移动电源。那除了有双向快充之外呢，还支援 Type-C， 然后呢还有双 USB 的输出。整个使用上的感觉起来呢是相当不错哦。所以呢做个简单的开箱分享给大家一下。如果啊，大家有行动电源上的一个考虑的话呢，也可以把这个列为其中的一个选项哦。感谢大家观赏，主要分享内容有各式各样的3C开箱、国内外的旅游。瑞亚每天都更新影片，每天至少更新一篇哦。欢迎大家可以锁定观赏。对于影片的内容啊，或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，欢迎您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哦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观赏。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，我们明天见。